会一项语言就学会了多一种文化交流的可能。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要了解在地不同族群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从学得族语开始。今天与会的各位从初赛开始过关斩将，通过了层层的考验，进入到了试赛，并且击败了众多的选手脱颖而出，代表高雄市参加112年全国语文竞赛这个年度的盛会，角逐语文界的最高殊荣。今天齐聚中山工商参加颁奖典礼的各位选手们都是各中好手，感谢今日许多长官来宾莅临会场，共襄盛举，共享荣耀，分享喜悦。紧接着就来介绍今天与会的长官与来宾。首先，我们欢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谢文彬局长。客委会主委杨瑞霞。高雄市议员陈信富服务处助理林义山先生。是七贤国中校长邱元甫，高雄市茂林国中校长王耀英，还有今日承办颁奖典礼的中山工商董事长陈国清先生，校长林昭义先生，坐于贵宾席今日与会的各国中小的校长、师长们、家长们，谢谢。非常高兴来到中山工商哈，那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是我们这个语文竞赛全国赛的一个我们高雄特优的部分的一个颁奖啊，那非常恭喜在座的包括哲大老师和同学们能够获得这个殊荣，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典礼。那首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地主，我们中山工商包括陈董事长还有林校长还有学校团队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一个服务跟资源，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当然也非常的今天有几位贵宾，特别是客委会主委杨主委啊，还有我们包括林陈信富陈议员服务处主任啊，还有各位校长，还有各位嘉宾，各位指导老师啊，大家齐聚一堂，非常感谢。那我想这个语文竞赛啊，就像刚刚我们的司仪介绍的非常好。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我们对每一个族语每一个语言都非常的尊重，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所以我们办理这样的语文竞赛，我们希望每一个语种都能够获得充分的一个尊重跟传承那希望透过这个竞赛当中来让大家更能重视这样的语文的一个传承那我想我们今年的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我们今年是在高雄来承办这个全国赛，那真的已经十几年没有在高雄办过了，今年在高雄，所以我们有地利之便。那我们办理的结果，我们有40几位同学得到这个特优，这个非常的令人那个振奋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希望从这个过程呢，来给大家多一点的支持跟鼓励那就像刚刚讲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经过校内赛，然后经过分区赛，经过市赛，然后再到全国赛，一路过关斩将能够获得这个殊荣，真的是一辈子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那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下，各位获奖，那未来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语文能够好好学习，当成一个专长，那来继续让我们这个语文能够持续的来在未来的这个台湾多元文化里面扮演一定的整个角色，要靠各位来一起来努力那我们教育局这边市政府也非常的重视大家的一个给大家一个激励所以我们来奖励的部分，我们本市这个竞赛员跟指导老师，我们都从110年开始我们就发放奖励金。那个特优的竞赛员每位有3600元，那优等有500元，甲等有300元。那成绩特优竞赛员是指导老师每位有1000元，
那同时111年新增示范的读者剧场竞赛，我们也发放这个团体的这个部分，每组有5000元啊、哦，曾经特优的团体的指导老师每位有2000元，那还有优等团体每组2000元啊、哦，所以鼓励大家一同投入语文教育，弘扬语文的文化啊、哦，这是我们市政府这边特别给大家的一个奖励哈、哦。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议会，包括陈信夫议员哈、哦，很多议员原民的部分都给我们很多支持。那除了这个竞赛之外，我们今年特别的部分就是在原民的部分啊、哦，我们的表现也非常的优异，获得了很多奖项。那因为高雄有特别是在原民的部分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语种啊、哦，但是也有5个语言是濒临危险的这个语言。那我们这个濒临危险语言，我们这个部分的竞赛的表现都相当好啊、哦。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已经人数越来越少的这个语言能够获得一个保存，这个是我们这次竞赛获得的结果，我们深表肯定的一个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颁奖典礼，恭喜大家，那期待我们能够继续一起努力，也非常感谢每个学校包括校长老师们一起来支持来传承这个语言文化，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文斌局长的勉励。我们这边陈潘代理请邱总沙皮邱，还有我们陈潘的中山工商的陈董事长林高总，先从我们议员的处理，王议员的处理，还有按照先从所有的家长，特种的新人的新生，或讲的新生家长，大家按照。刚才我是用客语来跟所有的来宾嘉宾跟现场的所有的孩子跟家长们道声早安。你有一句话讲，某年年秋某文化，年年还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今日过分去来参与阿个全个语文竞赛的颁奖，人讲咧，十个人要轮到国庆一摆。还是你过太的一个幸福，所以新年人不是只会爱演去比赛，阿妈要恭喜，给比所有得奖的新人呢，一关一关，表示讲，还是最认真的，因为给比来到阿个现场。不过啊，比赛还是一时的，要记得要去品尝到要去讲，你也要会全身下去。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今天非常荣幸来参与今天这个全国语文竞赛的颁奖典礼。那高雄市何其有幸，十几年来再度来承办这个全国语文竞赛，所以教育局出了非常多的心力，中山工商的承办也协助了高雄的所有的亲师生。那孩子们因为在高雄比赛，不用舟车劳顿，过关斩将，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代表你是最优秀的。不过语言比赛是一时的，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说说说，不断的去说，这个语言才会保存跟流传下去。这两年要对他卡讲，公务司合一比与了本保存合一，同教育局时常合作，所以拢安尼推出合一认证，由每个级提500元到3000元的奖励金拢无得。故呢，安尼今天爱嘛募集合一家庭，先从迄段讲安尼合一家庭呢，两一个家庭里边有两个人可以讲合吧，都可以来参与安尼合家。希望我们捐下来给客家人人扶正起来。还有现场这边也要跟所有的我们市民好朋友孩子们说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就是客委会一直跟很感谢教育局的合作，我们也推出客语认证的奖励金，分成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奖励金从500到3000元不等。欢迎各位师长可以奖励鼓励所有的市民朋友，只要涉及在高雄都可以来参与这个课语认证，对国中的孩子还有加分比序哦，这个是全国唯一在高雄有的哈，这是历年来教育局跟客委会主委这样配合下来，所以真的很感谢。还有另外一个好康，现在高雄
市客委会在募集客语家庭，那这个客语家庭，你只要家庭里面有两个人会讲客语，就可以来成为客语家庭了。希望母语要靠我们这一代不断的说，我们公部门、机关、学校、家庭不断的营造那个客语母语的环境。不管你是闽南语，你是原民客语，高雄就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文化，靠我们说这一代说，传承给下一代。母语讲就操的，母语讲就对了。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所有的孩子越来越进步，我们高雄多元族群的文化越来越精彩。谢谢，谢谢杨瑞霞主委的勉励。博约朗读，明华国中黄心柔，指导老师叶世明。接下来，高中学生组博约朗读，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林延真，指导老师林盈利，请对着我们舞台前的镜头挥挥手。恭喜！教师组闽南语朗读，原中国小中。恭喜！社会组闽南语朗读，五甲国中林玉礼。心中
新会指导老师吴之贤。
生平。国中小
字形凤山高中朱廷峰，指导老师朱远航。美浓国中，刘永轩、朱伟婷、傅云轩、冯诗怡、李玉莹、罗玉燕，指导老师钟淑婷。